好想要先讲玄兔剑啊，心灵结晶。嗯，是护符。嗯，反正我先把这个讲一讲啊，剩下的随便。不然我们这样讲太那个，太乱了。反正就是蛮像大侠客的啦，他这些应该是大侠客起家啊。嗯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有很多漂亮的翅膀。帅啊！这个职业我也没看过。